经过了7/7/24小时啊，这个干冰终于蒸发完了。咱们看看，哎呀，碎了！哇，真的太好看了吧！但是碎了，这边上，哎呀！我的天哪，太好看了，看都是珊瑚的那种感觉，天哪，尝尝呗，还能吃吗？这个看来像工艺品，不像巧克力了。太好看了，唯一不足的就是它给坏了，这要是一整块摆着得多好看呀，这都可以摆屋里当装饰品了，下次再试试，拜拜。